在九局下半呢，拉米戈靠着廖健富代打的再见安打，一分之差6-5，惊险的击败了中信兄弟，也收下了这一场比赛台湾大赛 Game One 的一个胜利。哇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先取得了第一场主场的一个领先优势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也要请观众朋友稍微喘口气休息一下，待会呢有单场 MVP 的颁奖，以及有赛后的一个官方正式的记者会，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转播。